大家好，我今日带大家嚟个氹仔花城嘅利茂大厦嚟睇楼啦。首先咧，我哋入到屋咧就会见到厕所啦，厕所咧做咗干湿分离。好啦，之后嚟到客厅啦，由于客厅够晒大够晒阔落，业主亦都摆放咗好多个人嘅珍藏品啊，而且客厅嘅中间咧亦都够位置放一张刘德华版嘅天王按摩椅啊，正啊！隔篱嘅厨房咧就做咗开放式嘅设计，令到客厅嘅空间咧更加大，更加透光。好啦，由客厅出嚟咧就会见到一个私人空间嘅区域啦，咁除咗可以踢波、养鱼、养狗。BBQ 之外咧，亦都可以为仔仔女女咧去建造一个小城堡添。好啦，补充翻少少资料俾大家啦。建筑面积为1028尺，实用面积为74平方米，入伙日期为1995年嘅。好啦，跟住咧嚟到客房嘅位置啦。房间咧除咗做咗大嘅入场柜之外咧，亦都做埋榻榻米添。好啦，我哋嚟到主人房嘅位置啦。咁主人房咧做咗梳妆台，啱晒一啲扮靓靓嘅女士啊。而且房间咧除咗放咗大床之外咧，亦都可以三边落床，好阔落噶。好啦，有兴趣的朋友记得打俾我哋啦。